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好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是栗子，那今天让我玩九里人吃一战场的娱乐模式的，那个极速战场。那现在呢是进入的上路地图，那我们挑这个小野区。现在大家的发育下在祭坛旁边了。啊，关关难过啊，关关难过，虽然很难过，但还是会。你看我们附近的那个小火车，还挺简单吧？我看到那么多人，错了，这个。小火车。在海那边有看到，摸过去一下，看到他在河岸上。嘿，还是需要担心我们后面这些那个野区的人，因为太贵了，因为不好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下一场，上一场真是太糟糕了。那个真的有人偷屁股，因为我一直专注于某个地方而偷屁股，那没关系的。那我们还有一次，这熊啊，没关系。不好，有人。他降落在那个地方，可以。我们踢到这个枪，是被禁。这场是高资源，所以。刚才有点套枪，点比较好，感觉就这样，就是小勇的四倍。好像有枪，好像几张，你看那我。怎么追上去？他应该是没办法捡到什么物资的，因为，相信我杀了这个人，应该有捡不少。看到我了，他是有一些枪，先进那个安全区，不然可能会被毒死。况且这还是一个，对不对？沙漠地图嘛，可能是还蛮会蛮多的。说实话，本杂这个算。它后坠是还蛮小，可是它那个晃动太大，但是，后坠小，有点怪怪，就跟那个就是太晃，就是还在我压的地方，但是由于太晃了，有点挡到别人。目前呢是那边在奋斗，然后我遇到一个。我判断的话，他是一个拿 M4 轻机枪的，轻机枪那个机枪啊，没有装那个扩容弹，是50发啊，装扩容弹就蛮多会被掉，看到一个。
飞行里过去。看到这个反斜坡的位置，看到一个人，还有助理。干你的！